周杰伦除了歌唱得好，就连变魔术的功力也不在话下，时常都会在生活中露一手的周董，最近又在网上展现他的热情啦。这次的对象就是周妈妈啦。周董向妈妈借了帽子，就这样把手放在帽子边缘有蝴蝶的图案上，周董还要拍摄的人帮他拍特写。就在这个一瞬间，帽子上的蝴蝶不见了，而是出现在他的手上，一个挥手，蝴蝶又进了画里。这看不出破绽的魔术，连网友们都直呼哎呦不错，看来我们周董以后退休可以考虑当个魔术师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